在在美迪卡，祝新中国联邦两周岁生日快乐，早日灭共成功。Take it on CCP。新中国联邦成立两周年的时候啊，我这边衷心的在美迪卡前线祝愿我们新中国联邦生日快乐。值此新中国联邦成立两周年之际，感谢前线和后方战友救援和灭共的行动，感谢法治基金和法治社会的每一位捐款人士，感谢我们的七哥引领这场爆料革命和这次救援行动，提升新中国联邦的国际地位，同时也是对我们中国人海外华人的一次大拯救，让我们紧跟爆料革命灭共到底。我觉得我们新中国联邦人在六四之际，我们会达到我们所要的目标，我们新中国联邦一定会赢。6月4号是21世纪新中国人最重要的日子，我们新中国联邦人一定会赢。爆料革命，新中国联邦给了中国人一个新型的希望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种希望变成现实。共产党，你完了，我们一定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全球的战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中午好，晚上好。